这是一个安静的周一的上午，该上学的上学，该上班的上班，只有 Patty 在这儿闲得没事干，溜大街，还得带着我出来。已经累哈哈，非要走马路中间。哎，海边你是机动车吗？四驱车。好安静，就想去阴凉里走是吧？晒着。林中遛狗，你闻到什么小动物的味道了？这里边去吗？能去吗？可以进啊。这是一个，去看看。这森林深处。嗯。是 wild 的。走，来吧，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地方。这是保护区。白天应该没有小狼吧？没事，Pepper比狼大。还不想回家了，嘿。